21号，杨丞琳在网上释出一组自己和 Justin 黄明昊的对比照，并调侃配文写道：“原来我们这样的长相，可男可女，可帅可美，可塑性真强。”照片里，杨丞琳与 Justin 黄明昊各个表情的对比照，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不是亲姐弟都不敢相信呢。早前 Justin 在某节目中就曾表示自己想选李荣浩当老师，还说如果自己有妹妹，那长得肯定很像杨丞琳。这么一看，确实两人像极了亲姐弟。芒果拉新闻，想知道李荣浩怎么看呀？报道。